天哪，我们的主持人稿上还有一大串还没说完呢。那我们只好勉为其难的再让大家听一首曲子。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年火红的动漫配乐，大家猜猜是什么呢？我已经听到答案了。为什么我没听到？应该是你耳朵坏掉了。好吧，那就让我们赶快来欣赏成功国中管弦乐团以及沈明尚老师为我们带来的《鬼灭之刃》《红莲华》。